对不起，我没时间欣赏，我欣赏是要收费的。啊，这个是一个走龙啊，也是明代早期风格的走龙。欣赏一下，欣赏一下。这件要报鉴定价，今天叫龙年。欣赏一下，来，这个朋友说欣赏一下啊。都一新的。啥？都新的。对，仿、啊、品。想上节目吗？啊，不用了啊，那你不是让欣赏一下子，我想着让全国人民也欣赏一下啊。这个走龙啊，明早期风格的走龙啊，刚才那个谁的那个真品那个走了是吧？啊，看看人家那个啊，再看看你这个啊。所以说以后兄弟说话低调一点，别说让人欣赏一下啊。我身边好多藏友找我，你找我鉴定就找我鉴定，你就好好说。哎，我有几个好东西，你欣赏一下子。对不起，我没时间欣赏，我欣赏是要收费的，对吧？